人讲丑媳妇总是爱见公婆啊，而且丑女婿总袂当一直无甲未来长满见面嘛，而且拢是我害恁的，害恁爱对我这伙安尼比来比去，过着无法度甲厝内底的人见面的生活，所以恁妈妈就算讲要骂我，这嘛是应该啦。我妈的个性哦，对你是真正袂脆嫩，嘛袂手嫩的。你放心啦，恁妈妈要安怎对我，我拢无要紧。 而且我嘛要正式请你妈妈放心，甲你交我。等这件代志风头咱过了，我一定会加倍来陪送你。好啦，今日你都有心理准备啊，那咱今日等。哎，大。 我伫咧陈志玲兜看到洪建平，啊，迄弟弟吼来带因公去送彩艺班吼，啊，我加外轻松咧。是讲吼，因哪有遐侪时间，他常常来斗相共带因公啊？是我拜托蕾蕾来的啦。啊，那呢以后你就莫叫蕾蕾来啊啦，啊，等你的身体代志你免烦恼啦，啊，我也毋是讲老甲袂顶袂动啊。 啊！你叫伊安尼来斗相共吼，袂输讲我足无效的咧。是啦，啊！我最近吼体力都有较歹啊，迄是因为有花啊，啊！伊毋是破病呢，哦，我做工啊，第一身体勇敢啥呢，我阁做十年嘛无问题了。妈，你莫安尼啦。 食老啊吼，过几日阮即个是说咧操烦啊。对啊，但我是欢喜做甘愿受呢。你毋免烦恼遮啦，非得你以后莫叫丽丽来安尼倒我啦。袂用个啦，啊是安怎？哎呀，妈，其实我拜托丽丽来，迄是因为我想要互伊恢复甲以前即份感情，因为我是惊。 等我以后若是走啊，唔才有人会当代替我来照顾志辉甲永康，照顾这个家，有效率啊！啊，你是安怎要遮尔讲啊？你甲志辉杀去，互弟弟，你敢袂心疼？就算我的心搁较疼，嘛无我想着志辉甲永康失去我迄款无依无靠的疼，所以我唔才决定安尼做的。 你哪会有这款想法啦？哎呀，志玲，你哪会倒来？我听讲妈身体无好，袂放心，才倒来看麦啊。妈，就想你呢。妈，即久看到你，你有想妈无？妈，是的啊。 你替我咧烦恼，你身体会变歹哦，我嘛要负责任啊。你莫怪伊，害我一个查某囝，一个查某孙，安尼四个惨四个病啊！我想要看我的查某囝，甲个查某孙哦，拢破袂掉，毋知心情郁卒，一口气无法度透，毋知今甲破病。是的啦，我答应你，我会赶紧解决这个问题，嘛会好好照顾伊恩。 阿个志玲，互因一个幸福，阿个完整的家庭。用讲的拢嘛讲啊，足好听。妈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感受会着建文真正足有诚意的呢。你嘛莫安尼讲话。阿母，请你相信我的诚意。我的爸母真早就过身去啊，所以我嘛无虾米亲人。所以志玲的亲人，嘛是我的亲人。 我一定会甲你当作是我的亲生妈妈共款照顾，还够友好。等你做到搞阿公啦，我若不是因为我的查某囝去爱着你吼，我要哪有可能接受你？燕，啊你跟着妈咪安尼四处走，一定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吼。你想吃什么？跟阿妈说，阿妈做给你吃哈。来，妈，妈，妹啦，我是刚刚给你看麦。 我袂用得点小久，我随便来走啊。
那不就嘛是安那？我连要煮一顿阿饭哦，我查某孙家都无用的哟。不是啦，因为老天天今麦拢在找我去结婚，我惊讲我阿弟写到收古会去用吹掉，所以差不多时间我来走啦。好啦好啦，等你哪安顿好势吼，你再跟我讲。我这钱哦，你看在辛苦边啦，备用就有啦。妈，袂用啦，我无留伫你辛苦边好好友好哩，是我的唔对，我袂用搁摕你的钱啊。啊，你就当作我好朋友咯，摕去买物件吼，买完之后佚佗安尼用的无？袂用啦。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啦，志玲甲伊恩我会照顾。是大妈，莫搁拄啊扫来扫去啊，咱先送志玲出去，较免真正去老天爹人抓到。好啦，我无我送恁倒来。志玲，保重哦。阿嫂，你也同款。是我用叫潘阿弟，而且我死掉人识个。是讲你今晚免烦恼我的代志，还是烦恼你家己较要紧？因为你违背阮客爸，伊就已经注定无路通行。根本一定来救我。那安尼更较好，
我就把你两个做伙等落去海里饲鱼啊。贝贝，咱去哩。我看你要走去躲避，你敢安尼伤害我的查某囝？我即马都予你试看，你去用甲你娘爹的主意是安怎？安怎？洪武六感觉安怎？阮查某囝叫恁害甲叫别人点油做记号，这比你即卖经营事业阁严重足多。即卖这是慢慢啊，互你变胖尔，你诶报应对即卖才要开始。啊啊！老邓诶，老邓诶，我给阮真正无安排彩选，你误会阮啊！你还阁加加钱，俺根本就讲笨手。为着你，你小耍伤害财神，国家对伊，迄个阮非袂当见人的伤，我无找伊算账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老邓诶，盖文是你出生看甲大汉的囡仔，你是不是真正陷害财神？你应该比什么人搁较清楚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把你的弟弟找回来，把事情查好清楚，好不好？求你。别再说，我已经查了真清楚。玉玲，这个查某给查出去，我不要红金文永远见不到伊，我不参与红金文遐尼袂计较，敢对查某做出迄款代志。而且我们一定要让伊试看伊失去心爱的人是什么款的滋味。隔壁，我若是要安尼哦，归期咱找一只船啊，把陈志玲送出去。啊，去到外海哦，伊是生是死，就看伊家己的命啦。我一定要赶紧通知建梅啊！阿英，你跟尤迪做伙去。大爷，我骨头都疼嘞。我应该是吃到无钱的物件，我想去别墅。你起来！志玲要去洪上走，紧去海边救伊。你没给我上照啊！赶快放开！出来的，你是不是出来的？到时候你就知影。走，快！要送你坐船出去。刘德兄，你是要把陈志玲送去倒位？厦门。厦门哦，厦门伤近啊啦，凊彩上水嘛上会转来。啊，你是不是要把船头家商量一下，把伊送较远啊？厦门安怎？我安排啦。上坐船。你敢唔惊？总有一天，你的后生若知影你做这所谓失德代，伊心内哪想你？安娜姐，你免替我烦恼了。烦恼是你，你即马伫我的手里，你竟然搁敢阿呛声？你唔惊你等下无小心会跋落海里？安尼到时阵哦，恁查某囝就无妈妈了。
快点，你搞我脸上。可是我哪今天出代志，你来我都脱离关系了。那这点哦，你更加免替我操烦啦。我下面有这些少年的哦，凊彩都有人会用跳出来替我担罪啦。这个产权，客边看到伊哦，一定要死。我来处理，伊没有意见。叫我去处理走。是。根本遐平常时对你安怎？根本大哦，一直讲阮两个看做好兄弟在看待呢。是啊，根本大是我为，那不是我早就无命啊。那恁即马就是恁报答伊好机会，恁知安怎做？应该，我知啊。你搞讲志玲是虾米所在？伊即马人伫倒啦。陈志玲已经去予蔡友德送出国啊。啥？干么呀？你要去倒位啊？你搞放屁！我要找志玲啦。没有啊啦，水已经开走，你都无啦。你莫讲叫啦，干么呀？你较冷静个好无？你甲陈志玲根本就无适合做伙。恁两人注定是无结果的。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你摆予伊去别个所在生活？安尼对恁较好啊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既然伫我的心目中已经是我的某，不管是生也是死，我永远拢无可能放弃，我永远拢要甲伊做伙。建明啊，也唔够你根本就唔知影蔡友德送伊去倒位。你即马真有可能已经甲厦门啊，所来要送去倒位，我嘛唔知影。你要去倒位找啦？你现在不爱阻止蔡友定，你现在要让伊把志玲送走啊？可不行啊！我连救你都是冒着性命的危险，我安尼做已经是反背大呀！我是要怎救陈志玲？我唔管啊！志玲是无辜的，你现在要让志玲甲蔡友定伤害伊？为你夺婚已经开始，你就应该知影有今仔日这款结果，这就是恁两个人反背大的下场。大的这届，敢若把陈志玲送走？无敌的生命，一直是对真好。
你吃苦受罪。哥，你放心，不管应该你送到天边海角，我拢一定要找到你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你。建明啊，你听我讲，其实陈志玲即马去用送去国外，颠倒较安全。你即马上重要的是，甲台湾的代志处理好，再去找陈志玲。你安尼讲是什么意思？我发现蔡有德就参像你讲的，确实有问题。也不过大汉即马就信任你，甲所有的代志甲权力拢交予伊处理。若是你即马甲志玲找来，干那会让蔡有德知影你无死，安尼对你一点仔好处都无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只要蔡有德，那伫阮一个身躯边一工，阮一个就无可能原谅我。哎呀，你一定要暗中保护一个，绝对袂当让蔡有德有机会伤害一个。我知影，也佫你一定要想办法，找出蔡有德闭关闭关的证据。咱一定要让一个知影蔡有德的真面目。我会尽力处理，也毋过我嘛爱提醒你，莫四界乌白乱走，互蔡有德知影你无死。啊，若无连安抚你的人拢麻烦。这我知影。对啦，假使讲若有机会，便麻烦你帮我探听志玲的代志。我会啦。那安尼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先来走。